晚上好。本来想直播，然后突然觉得有点饿了，泡个面吧。好那个呀，我知道你们父亲，我现在已经对你们没有误解了。是的，泡个面又没有油。是，你这个老师说话能不能正经一点？在很认真的泡面，不会的。这件衣服我也没有很喜欢，脏了就脏了吧。我以为它坏了，被我洗坏了。坐着播会，放个音乐听吧。看到我狂笑就害怕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要怎么弄来着？有点忘了，太久没有用。啊，这个，我泡个面不会有那种情况的。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点搞笑。最近放的音乐可能都有点就一样，因为懒得。就懒得换一张了。这衣服，是。
看来大家今天都兴致勃勃的没有看我们对公演，看大家留言说的话。看的 cut 吧，正步，嗯，那不是正步，那是齐步走，正步不是这个。现在也是领草原，为什么？哦哦哦，这样啊，你们可真有想法。嗯，我想什么领草原呢？好像说的也没错。去回了下消息，不是我，我在捏你呢。雪融融在我包里，我包放哪了？哇哦，在这儿。Cute， 他真的好可爱啊！我左手一只灯，右手一只绒。背上还背着一个香菇雕，就是冰墩墩，它很红。它手感也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对我这个熊猫粉丝来说，它在熊猫界不算是特别可爱的，它只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有一个红的命，所以它红了，就是它有非常好的资源，是就是资本让它火了。它熊猫界它不是颜值最高的，对，但是就是它是顶流，很棒。但是雪融融就超级无敌可爱，雪融超级无敌可爱。虽然它只是一个普普
通通的灯笼，但是它上面是雪融化了一些，你懂吗？这个是雪融化之后，就这个设定，我觉得设计这个的人真的是又很有审美，然后这个设定是我想不到。就是我想不到，它又简单，然后它又有一些冬奥会雪冰雪的设计，然后又有中国的元素，这个真的我觉得超棒。就它是就是乘风而起，对，天时地人和该火的命，它就是我觉得巨可爱，就是那种。我推啥时候才能火，懂吧？谢谢奶茶。冰墩墩扔的雪球吗？不是吧，不是融化了吗？积雪融化之后的那个。如果是冰墩墩扔的话，那我觉得冰墩墩这个行为好像我们雪融融粉丝就有点被虐到了。雪融融还踢人家，那你被人家攻击的时候你不反击啊？不反击是包子。人家雪融融是被逼急了，自我保护。雪融在冰墩墩和粉丝合照，他只是好奇过去看一眼，不小心被拍到而已。你们怎么这样子恶意揣测呢？冰墩墩，冰墩墩很红啊，我承认他很红。他这个地方做得很好，很可爱。他眼珠子也挺好看的，像戴了美瞳。我是不是推雪融融？我是冰墩墩和雪融融的 CP 范，然后稍微歪屁股一点雪融融吧。两个都是喜欢的，那还不是你们冰墩墩粉丝赶粉啊，赶走我们这种 CP 粉，那我肯定是向着雪融融一些啊。我没有说冰墩墩长得一般，我是说冰墩墩挺可爱，但是在熊猫界它不是最可爱的，它在熊猫界不是最可爱的，熊猫界有很多很可爱的，谁是最可爱的？绩效和肉肉啊。绩效和肉肉最可爱。等一下去看颜面。好饿。冰墩墩。
不能送你，我是冰墩墩和徐蓉蓉双推的，不是就不喜欢冰墩墩。稍微站这儿等一下就好。我站上去没有，我又不是什么大厨，我的房间里不是24小时有蛋的。还没熟，我喜欢煮烂一点。哎呦，不知道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应该没听到。听到了。难煮啊，就是喜欢煮的烂一点的面。有啥好看的，就是泡面啊，它能和泡面长得不一样吗？泡面还有煮的好不好有区别吗？就是把东西都放进去之后再煮一下就好了。大晚上吃泡面容易胖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明天就不吃，凉一凉。谢谢蛋糕。我今天也不播太久吧，因为明天一大早向你同事，你可以我如果生气好像不太好，好像对你的同事不太礼貌。谢谢 Effie 的权杖。但是好像你说我向你同事，我也不会开心。
我刚刚说哪了？忘了。我说我今天也不会播太久，因为明天一大早，然后再加上我房间有点乱，我想收拾一下。很法式，你 get 到了 ？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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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式。因为我今天看到有个人说我好像个教师，我就对，是法师，你懂我。法国老师，哎呦，可能我不够有氛围感吧。一下就 get 到。钢铁侠没有什么，钢铁侠酷。像奥特曼呢，哎，可惜我不喝咖啡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没有意识到。无意识了。也不算太紧张。羊肉汤什么味道？是我继承的左纪元的泡面。左纪元说：“我买的白象泡面，你拿去吃吧。”对，继承了他的泡面。他说应该很好吃，他吃的时候记得拍照给我看。当然拍啦，他说好吃吗？我说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内心想的是，哦，我好像是跟他说了好吃，但是我内心想是，你自己买东西能不知道好不好吃吗？你肯定是因为好吃你才买的呀，你问我好不好吃。没有，我不直男。然后我对他说好吃，我心理活动，我没这么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好吃。嗯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都好吃，所以我不会觉得他问我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喜欢的东西都很好吃，他很会吃。脸烫，
你也煮泡面？你吃晚饭了吗？吃了晚饭就不要煮泡面吧。因为你吃过晚饭了，我是没怎么吃东西。看饿了你就睡觉。吃夜宵也可以啦。什么泡面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啊？哔哔哔胖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见面了？晒了体重，嗯，很胖时间，嗯，你什么时候来剧场？啊，你是深圳人，你来不了。什么口味？什么羊肉什么的，来了才知道自己进不去。那里面人也挺多的呀。没有肉，羊肉汤吧？感觉人挺多的呀。嗯，好吧，好严格。不过疫情期间严格一点好吗？那个奥米克戎好像传染很厉害的。行吧，好像是新规定出的新规定。没有办法。嗯，可以在家练习一下打 call。一包面。谢谢小辉，三月前往，嗯，希望变好，练习。那好像都很多，韩国也很多，香港也很多，就在我们边上，而且香港离我们挺近的。谢谢小辉的权杖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还是严格一点好。谢谢草莓蛋糕，谢谢谢谢。一个100万了吗？现在涨价了，不是说什么几十万吗？汕尾照，那这样吧，带薪的，嗯，在那儿轮流站岗，好吧，帮你们找到事情做。谢谢赵一的夜蝶，就是。大家
你不是说哪儿都去不了没事吗？现在这就有事儿了。真哎，我那次看到那个新闻，真的有游过来了。那个是假，好吧？我就想说，这么远游过来，游到一半体力就不支了吧？除非飘过来。而且人这么小个，游到中间应该就失去方向了。我觉得越南有游过啊，真的这么牛？他这个在海上还能识别方向，方向感好好。他们是带着罗盘在那儿游吗？就隔了一条河，真的，我以为很。豪华大飞是什么东西？谢谢剧球。心动女嘉宾。嗯。面真好吃，我选白象，白象方便面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白象还有火鸡面，不知道。辣吗？它有个辣包，你看着放。我一般就放一些。没口水啊，我在这样。哎呀，不要笑话我。没有，真的吗？我都放着音乐呢，我觉得肚子咕咕好像也没有太响。以后放大声一点。现在没音乐，我就再播一会儿吧。明天好早呢，握手会，我明天10点钟发车，还要洗头什么的。放音乐不是放音乐，让气氛不那么尴尬。但是，再播一会儿就没必要再放音乐。看不到了，好像到不了，但是还有一套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就是我不是用现成的呀？他咋说的？为啥会说到我呀？哦，嗯。对，我根据我的经验，我觉得到不了。不过还有一套。什么叫未雨绸缪？
为什么这么说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睫毛膏就是网上最火的，我有准备，服装部准备的呀。我知道大不了，因为说了我今天就去问了呀。再教我，谁不知道？我又不是需要你来当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家教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觉得，收拾东西，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拍点东西吧。最近要最后几天 KPI， 拜拜。